Everybody get up! 解密合照杀手的心机秘诀，永别翻车黑历史。合照怎么能做到艳压群芳？杨知道肯定很多姐妹抢答，靠脸。明星的红毯图，活脱脱的合照斗艳图鉴。女明星们靠脸吃饭，颜值个个不低，合照为啥还有输有赢？杨总结合照赢家有两个共同特点：一，修长利落的肩颈线条，良好的体态在拍照时就是大 buff， 气质加持完全不惧颜值上的差距。从这里颈前伸，驼背的基本就劝退了，气质被吊打。脖子修长利落，肩背挺阔的，遇到颜值多能打的对手都不会输了气场。二，pose 精准的肢体控制，找到合适自己身体条件的姿势与镜头的角度，反复练习，临时被拉着拍照也能淡定自信摆出完美 pose。 但在生活中，估计很多姐妹拍照跟杨曾经一样，合照时大脑一片空白，只会尴尬微笑和乖巧。合照稳赢的 pose 心机，永别了翻车黑照。第一步，延长颈部线条，打开肩部，为良好仪态加分。习惯性往前探脖子的姐妹，拍照时要注意脖子向上延伸，不要向前用力。深呼吸，打开胸腔和向后展开肩部，夹紧肘部，揉内侧向前，减弱圆肩驼背的视觉问题。第二步，摆出精心调整过的角度。杨观察呀，明星们常用并且合照效果好的姿势，总结了两个实用自然、暗藏心机但一点也不表的合照 pose。 第一个动作适合飒爽帅气风格的姐妹们选用，延伸颈部，展开肩部，一只腿向自己斜前方30度迈出，重心依然留在另一条腿上，膝盖微微内收，朝向镜头的方向，显腿长，然后向重心腿一侧往后扭转胯部和肩部，侧身30度左右面对镜头，离镜头远的那只手可以插兜或者自然落在胯部，另一只胳膊自然下垂，配合适当的微笑，自然大方，腿长显瘦。第二个动作专门为温柔风格的姐妹们定制，还是延伸颈部，展开肩部，然后转一下身体角度，与镜头形成30度左右的角度，靠近镜头的腿往面对的同一方向伸出半个脚位，踮脚，膝盖微微内扣，自然又不表的显腿长，双手往提前自然搭着，注意不要结结实实的握在一起，紧张的内心一下就被出卖，指尖舒展，轻轻的叠搭，这种细节才是淡定大方的点睛之笔呀。告别呆若木鸡和礼仪小姐式的合照，马上自然大方又显瘦精致，姐妹们合照悄悄用起来，从此再无合照黑历史。想知道明星变美的秘密，就关注新氧的微信公众号吧。